就是咱也八十万，甲为着伊三妹啊来回民。这么坚持，坚持，我百万是出来坚持。坚持到底。现在要到底要不要让我戒嘛？这个事情我会自己扛。顶礼拜五下早十点外，屏东四十五岁独生子啊，到台湾银行要汇款，伊伫柜台进前撸手机啊，搁翕汇款单，目睭金的行员的感觉有问题哦，报警。这是朋友介绍一起做了。那你朋友？哦，朋友他都有收到了，货款都有收到了，然后保证金他有收到。陈春，你到底是你坚持死的？真问呢，原来就是伊医生妹啊。自称来自香港的伊莎梅亚呢，用开港通讯软体随机找到伊，又过伊投资香港的名牌包、珠宝、首饰，第五倍获利。只要伫过年前的汇款，第一档摕到400万。伊莎梅亚相片人生足水，佮照三等清安，佮讲我们都说了，之后要见面的，可不要忘了呢。要来台湾佮伊做伙度春宵。哦，唔是哦，是过年啊。乡村的新歌头红料到够钱的，下定决心要花八十万过去。先生，没有这么好赚的啦。我看我唔好骗，是我刚完，好无？行完个警方有嘴讲到无烂，但人个真袂爽，怪大家走动也知咯。拜托，好无？拜托，我领一个钱尔，我明要创啊会，明要台南站啦，快去办会嘛。我来办事去啦，快啊！免惊啦，紧，咪安尼好无啦？我时间。警方甲行员开两点钟团员战术考勤。赚400多万，啊！若再我谈，我银行贷款，我拢来投资迄块好啊。要投嘞，唔知道结果是安怎。终于，伊才来相信伊三妹啊是一张骗局。离队一月到今嘛嘞，警方已经伫个新竹、苗栗、南投、台东、屏东成功拦住八件爱情诈骗。电信中心无见过爱情，唔通相信哦。报道。